去，海默肖恩根本就是骗小孩的。老妈，你相信海默肖恩竟然就藏在我们的身边吗？前段时间，一位日本女主播在直播时把麦克风放到了自己的心脏位置，让观众听她的心跳声。这样创意有趣的互动行为让诸多国外网友们都兴奋地发出了嘎嘎嘎的笑声，但直到录播视频被传到中国，事情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一名神秘的中国网友在看了这段录屏后，立即就皱着眉头说道：这位主播，你的心脏有问题，有点第一心肌分裂，可能存在主动脉瓣二三尖瓣关闭不全。他十分专业的在评论区中分析了这位主播的心脏问题，听了其他看客当场愣在原地，隔着网线听个心跳就能听出这么多毛病，这家伙不会是中国版的海默肖恩吧？而更可怕的，这位女主播在得知消息后立马就表示，她最近真的经常出现胸骨刺痛的现象，赶紧停播去医院做了检查。所以老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说不定评论区里的海默就有一个是真的呢。